其實我好多朋友開始都會哇流好多汗啦，又或者係佢開始咧就即係成日好熱啦，或者甚至乎咧真係開始猛震啦。咁呢啲其實咧係身同埋心嘅問題嚟嘅。咁啊，今年期咧我哋開始傾呢樣嘢啦。但係咧 ，E-Stella 咧佢已經出緊一個咧，就幫助我哋咧輕鬆度過更年期啦，又或者更年期後啦，甚至乎咧係未更年期之前咧去做一個準備。Hello， 大家好，我係 Amy 啊，今日我嚟探下 E-Stella 咧，有佢哋整保健品嘅工廠啦。咁啊就順便咧就可以咧係了解多啲佢嘅新嘅產品。但是呢我想跟大家說一下，有沒有發覺到呢近排我們閨蜜出來去傾偈，或者我們開始一些朋友聚會呢講的話題是什麼多呢？通常呢我們就開始講得多哪裡病痛啊，哪裡不舒服啊，甚至乎呢有沒有什麼好好的保健品介紹給大家，那是互相介紹這些保健品。原因是什麼呢？其實我們未必去到一個地步，就是大家百病纏身，但是呢開始步入一個呢中年的時候呢，我們呢遇到的問題就會是很害怕衰老啦，很害怕更年期來啦，很害怕呢即是身體裡面有什麼變化啦，很想呢預防勝於治療的。這個呢就是我們其實都很關心，我們女仔關心，其實男仔都關心，我問過老公的，所以在更年期我們來說是一個未知之數，但是聽就聽很多，其實有很多朋友開始都會哇流很多汗，又或者是他開始就即成日很熱，或者甚至乎真的開始猛震，這些其實是身和心的問題來的。更年期我們開始傾這件事，但是 E-Stella 他已經出了一個幫助我們輕鬆度過更年期，又或者更年期後，甚至乎是未更年期之前去做一個準備。這個產品其實我就在這裡了解之後呢，就發覺他們這個研發部門是很有一個強烈的理念的。坐在這位旁邊就是 Hutterson 就是負責這個產品的研發。我很想對大家問，就是為什麼 E-Stella 研發這種保健產品出來呢？日本の女性はすごい健康に意識が高いんですけれど、やっぱり年代によって必要なそのものが違うんですね。それで引き詰めていくと、その女性ホルモンを取ることによって全て の健康全般にいい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て、それでこちらの方を作りました。ハタさん跟我們說就說日本女生是很喜歡吃保健品，這個全球都知道的。保健品是幫自己去處理我們，即有漂亮一點，很多各方面問題。他們又發覺到一樣問題，就是真的要吃很多，還有要周章一番。其實開始想有沒有辦法，有些是綜合性的產品可以幫到度過我們一路年紀大的時候的問題呢。所以他們發現到就是原來的關鍵是荷爾蒙，只要個荷爾蒙平衡的時候，有一個不同的 level 的時候的平衡荷爾蒙的話，其實很多問題都迎刃而解。咁又啱喎，因為其實喺香港嚟講咧，我哋自己咧暫時嚟講，更年期產品我哋會諗起啲咩咧？佢哋會係有啲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感覺，即係更年期會點啊？可能會盜汗，咁可能就有啲嘢咧，可能幫我哋唔好流咁多汗啦，或者係你會心情暴躁、焦急咁、焦慮，咁可能有另一種嘅嘢。所以其實有少少係 bits and piece 咁樣去到處理。咁所以咧，成件事咧，其實佢研發到就係、是、原來荷爾蒙嗰個平衡嗰個水平咧，就係、是、嗰個關鍵，係令到我哋嘅身體啦，同埋咧嗰個情緒咧係一個嘅整合嚟嘅，咁所以咧就研發出呢個咧非常方便，只係需要一日包嘅啫，就可以解決到，亦都可以幫我哋咧準備自己嗰個每一日嘅嗰個身啦、心啦嗰個狀況嘅，令到我哋咧個更年期啦，或者係更年期前啦，或者更年期後咧都可以咧好優雅咁樣度過嘅。係喎，其實咧因為咧日本咧嘅朋友咧好多時咧好細細個開始都係食好多納豆嘅，納豆咧其實一個好重大豆二黃酮嘅一個產品啦。第二咧點解日本嘅女性咧咁優雅咧，就係、是、基本上好細個開始唔間斷咁樣咧食好多嘅補充品，譬如膠原蛋白啊，或者係美白啊，好多嘅補充品，佢哋係食好多，所以咧累積嚟講呢個叫贏在起跑線，咁係好早開始就已經係各方面咁樣去到幫自己去建立翻自己嗰個咧身體裡面嗰個嘅機制，咁令到佢哋嘅更年期咧容易啲過嘅喎，佢哋會咧嗱更年期平時咧我哋覺得最大嘅挑戰就係咩咧？突然間好似反轉老朋友裡面嘅所有角色都出曬嚟咁樣，突然間變咗做阿壽啦，突然間變咗做咧好似好憤怒啦，好煩躁、焦慮啦，其實咧幾個角色一齊衝曬出嚟。咁因為咧，其實呢個更年期個過程咧，其實唔係真係咁容易度過嘅，係啦，一定會面對，但係會唔咁易度過。咁所以咧，其實嗰個關鍵喺邊咧，就係荷爾蒙嘅嗰個平衡啦，男性荷爾蒙同埋女性荷爾蒙每人都有㗎。嗱，女性咧就會比較多女性荷爾蒙，然後有少少男性荷爾蒙啦。咁男性咧就調轉。咁但係咧，當我哋咧年紀大咗，去到40歲開始咧，我哋個荷爾蒙開始好似有少少斷崖式咁樣跌落嚟，而我哋嘅衰老咧就真係好似斷崖式咁跌落嚟。咁所以咧呢個咧點樣去到令到嗰個
更年期過度的時候更加優雅更加開心，是啦，那些壓愁啊、焦慮啊那些是可以沒那麼容易影響到我們呢，這個才是我們呢我覺得是整個關鍵來的。剛才我說就是荷爾蒙都有分，即是男性都有女性荷爾蒙的啦，其實呢男性原來呢他們都會經歷到的，所以呢我特登都要請一下 Hutterson 的，即是分享一下他自己呢他有吃到啦，但是呢他現在這個正值剛剛47歲的時候呢，其實呢都已經開始步入呢個更年期啦，同埋呢會有少少唔同嘅。咁啊，嗰個情況會點樣？同埋咧，係食咗之後嘅反應，我哋試下問下先。仕事で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かった時とかにちょっとイライラしてたりしたんですけど、これを取ることによって、まあ、睡眠、夜の眠る時間も良くなりましたし、あとイライラがなくなって、あと変な話ですけど、ちょっと薄毛が治ってきた気がします。因為其實食咗一段時間咧，Hutterson 咧佢本身工作都會焦慮，但其實男人或者每一個人咧，去到中年嘅時候咧，那個焦慮啊，或者好似好緊張，好似好擔心嘅情況咧，其實咧係同荷爾蒙係有關嘅。佢就食完之後咧，頭先佢就話，佢覺得其實冇咁緊張，冇咁焦慮，同埋咧其實咧係瞓覺嘅嗰個質素咧好咗好多，其實環環緊扣嘅。咁點解佢哋會研發一個綜合性嘅 isoflap 出嚟咧？都係懷住呢個理念嘅，就係其實咧更年期咧唔係一個病嚟嘅，好多時咧你覺得自己身體好似樣樣有啲地方啲度唔妥，少少唔妥，但係其實你睇醫生。check 唔到你有咩事發生，你亦都冇藥俾你可以食去到醫某一種症狀，但係嗰個嘅困擾咧就會係喺我哋身體裡面慢慢微妙嘅變化，全部都關荷爾蒙事。咁點解呢一個 isoflavone 可以幫到大家可以做一個平衡同埋快樂愉快度過呢個更年期，愉快度過埋你個老年期？因為其實更年期之後都會有其他問題，唔同挑戰啦嚇。咁因為佢裡面有八大嘅成分咧，其實咧都係幫我哋咧嘅唔同階段，所以咧其實適合男啊、女啊、老幼啦。咁我想講頭先啦，Hutterson講佢嗰啲中年男人咧會有啲咩嘅情況，大家可能會係喺身邊嘅朋友，你都會睇到，就係男人咧年紀大咗少少嘅時候咧，佢開始好似冇以前咁勇猛啦。個勇猛嘅意思咩就係冇咁唔怕死，好似怕死咗啦，好似咧嗰個憂慮嘅嘢多咗啦，諗嘅嘢好似複雜咗啦。其實呢啲咧係有少少咧關於嗰個荷爾蒙，女性荷爾蒙開始多咗少少，即係變咗我哋女性咧平時我哋啲多愁善感咧就多咗少少啦。咁啊呢一個嘅 balance 咧，我覺得咧我諗下我都要咧買俾我老公食。因為咧係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好多時咧都會係唔覺有種好懼怕，好似有啲怕事咗啲啊，冇以前咁乜都唔怕，天不怕地不怕咁樣嘅感覺。好嗱，咁佢裡面有八種成分係咩成分呢？最主要最中心成分就係大豆異黃酮啦。大豆異黃酮咧，佢其實用嘅就係冇基因改造嘅大豆，咁啊主要咧係幫我哋咧去平衡翻荷爾蒙，唔係食咗之後咧就會提升荷爾蒙啊嚇，咁就會係平衡翻荷爾蒙。當你荷爾蒙過剩嘅時候，佢可以幫你調節翻。但係如果當你荷爾蒙開始即係會 drop 嘅時候，它會幫你 balance 翻落去。第二個其實都是更年期的一個很大的反應，感覺就是好像成日很攰，成日都會覺得自己冇力啊，好像有種很頹的感覺啊。呢個咁佢其中一個叫做總聚天冬根，咁呢個係俾翻多啲力量大家，因為咧呢一種嘅植物咧，佢個根部咧係好強嘅，佢可以生幾十枝咧佢嘅仔出嚟咁樣啦，嗰啲根，咁啲根部嗰個強壯度咧就會係加翻強我哋身體嘅體力啊。咁係裡面咧仲有係各種樣嘢咧，係幫我哋咧係舒緩翻更年期各種咧嗰個嘅反應咧，因人而異嘅。但係咧呢一個 isoflavone 咧，佢係有臨床咧實驗咧，食咗一個月30日啦，咁佢就已經咧喺各方面，譬如話盜汗啊，或者係其他嗰啲心煩啊、焦慮呢啲咧，嗰個改善度係20%以上。但係食咗90日，即係3個月之後咧，嗰各種嘅更年期有機會出現嘅症狀咧，改善程度係80%嘅。咁呢個係好鼓舞，即係咧，只要其實咧我哋喺個更年期嘅過程當中咧，係愉快度過嘅時候咧，可以好似日本嘅中年女性咧，可以咧係優雅老去，優雅咁樣咧去到接受我哋嚟緊每一個階段嘅挑戰嘅。仲有第三種成分咧，就會係乳酸降菌啦，係幫我哋咧，尤其是女性啊，我哋嘅私處咧嗰個嘅 pH 值咧平衡翻，因為咧去到我哋年紀大嘅時候咧，開始咧嗰個菌境咧就會唔係好 balance。第四樣就係咩咧？就係大家都好關注嘅就係睡眠問題。我哋其實咧喺更年期或者喺我哋荷爾蒙咧唔 balance 嘅時候咧，瞓覺咧嗰個問題係好大嘅。而家瞓得唔好嘅話咧，其實係會之後嗰個好骨塔效應。咁所以咧裡面咧都有一種咧用 Numetics 呢一個嘅專利咧，好濃縮度、好強高度嘅留蘭香，咁幫我哋咧去到瞓得好啲，同埋咧去廁所啊、夜晚黑醒嘅機會咧都會係減低翻嘅。咁仲有一樣咧就係個成分我好中意嘅，就係咧幫我哋增肌減脂，即係會增加翻我哋肌肉。
然後減低翻我哋體脂嘅。咁呢個係光金草定嘅，光金草定呢一樣嘅物質咧，就可以幫我哋咧提升翻我哋嘅燃脂嘅能力啦，令到我哋身體裡面嘅脂肪係燃燒走，然後咧就再增加翻我哋肌肉，尤其是老人家。咁咧佢哋咧其實好多時都叫做缺肌症啊，即係咧嗰啲肌肉咧係不停咁流失，流失到一個地步其實就會縮啦，然後咧好多時係冇力量幫手佢自己平時嘅起居飲食添嘅。咁所以呢一個咧都好緊要。佢仲有一個咧係青蘋果多酚，咁蘋果多酚咧都係抗衰老，令到我哋皮膚唔好流失咁多骨膠原，然後咧唔好咁快氧化，咁出皺紋嘅時間咧我哋會再延長啲啦。咁可以令到我哋咧喺皮膚淡滑嗰方面咧都可以 keep 長少少。咁之後仲會有多谷酒曲啦，幫我哋咧腸胃咧消化啦，好多嘅酵素。咁而咧都係嗰句，日本朋友咧係好多時都會用釀製啊，或者用啲納豆啊嗰啲發酵物咧，就係幫助我哋嘅腸胃，令到我哋咧係嗰個老態咧係踢走曬嘅。咁最後咧就會有個紅石榴，紅石榴都幫我哋抗氧化。咁所以我話俾你聽，其實每一日只需要係朝頭早食一包，裡面三粒嘅啫，就已經可以咧幫我哋咧順利愉快度過我哋今年期間嘅阿愁啊、阿憤怒啊同埋焦慮啊，其實都會咧係離我哋而去噶。咁我想問下 Hata san， 你喺度做咗幾多年咧？呢間公司？17年，我 AFC 嚟17年勤務嘅。17年啦，係啦 ，Hata san 喺度做咗17年啦，唔怪得知啦。頭先我喺度一路參觀工廠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咧喺 Estella 咧呢個嘅製藥呢個工廠咧好嚴謹，佢從包裝啦，同埋佢嗰個製造嗰啲原料啦、儲存原料啦，甚至乎咧即係個温度啦、個要求啦、嗰個除菌個要求啦，所有嘢咧都係一級嘅嚴謹度啊。所以呢個工廠咧其實咧嗰個嚴謹度啦，每一個步驟啦，一絲不苟啦，用人手去幫手睇下究竟仲有冇啲乜嘢會出錯啦，或者嗰啲丸嘅大小粒咧都會係好嚴謹嘅。咁呢間工廠咧，我又頭先參觀完之後咧，我都覺得非常之真 ，Ichiban。